我是 Kale and OOO 的主唱 Kale 可雷。那刚刚呢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最新的原创曲《彼岸奈何曼珠沙华》，对，那是一首浓浓的古风歌。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参加节目。那呢，除了今天会带来我的原创曲之外呢，还会有一些 cover 的歌曲。那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游戏的小环节在。那我现在非常紧张，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玩什么游戏。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我们会在周六晚上7:30的学生天团风音乐，那等你们哦。我是初茂，嘿，我是云婷，真正上去了，初茂啦，热情起来的，好啦，今天的两趴都是那个动漫歌手，日系歌手，我们才请，我们才请他，对，好了，而且他们还会带来自创曲的样子，对，有自创曲，所以蛮厉害的。都是你朋友吗？你有认识？你有认识？第一个比较熟，第二个没有那么熟。有啊，刚第一个来宾哦，刚库莫一进去就跟那个来宾拥抱，拥抱。好久不见了，这样环抱，环抱，对啊，因为环抱很特别，进去还从后面那个抱，他们说，好久不见，是表演认识的还是？我在第一个团体的时候认识的，他也是团员吗？不是，就是第一个团体在演出的时候认识，就算前辈的感觉。出场前他要先带来一首歌曲，来，这歌名叫，好，这首歌叫做《袋が幸せる客が来たと》，来，来，来。我是 Kale and OOO 的 Kale 可雷。那我接下来要带来的第一首歌呢，这首歌是一首日文歌。那这首歌它的日文名字非常的难念，所以我平常没有在念日文的，我直接就跟大家讲它的中文。简单来说，它的名字叫做《偷猫头鹰送信的客人来了》。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它这首歌它非常的空灵，然后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日本的歌手 Kokia 所唱的。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首歌吧。
歌。我是 Kale and O 的主唱可雷，耶！所以是整个团的，他是两个人的。因为其实这个有一点怎么讲冗长，我看要开始讲了吗？你要好好，我要开始多久？多久？大概30分钟。对，没有这么久，我可以那，但是在这之前，从几年前开始讲。哎，没有没有，二零一五，对。那刚开始前，我是要先拥抱。哎，对。拜拜。很久没有见了，对，真的很久，因为我在北部。对，然后因为最近有时候像，因为我本身是 ACG 动漫歌手，所以其实，尤其是近期现在偶像场的活动比较少会去参加，我大概都是以动漫展或是有一些比较商业的活动之类的，所以就很难得。就是偶像那个就给他们去就好，就也没有，不是给他们去，因为你已经比较深，他现在不是不要这么说，主办欢迎，还是可以邀请我，还是可以邀请我，我还是很乐意参加。我们最主要，因为其实上面简介是写我们2015年成立，但其实如果要讲比较精准的话，其实我们是我们那个时候2015年成立是三个人的团体。对，那除了我本身是主唱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幕后的制作人 Kale and O 的制作人。然后其实我们最早期还有一个吉他手，但是因为随着吉他手离开，乐手离开，那你也知道乐手有的时候真的不好找啊，这真的很辛苦。然后再加上后期开始一些活动的转变改变，就会变成是可能他们需求的舞台空间没有那么大，并不需要说这么多人，所以通常后期开始就变成是我一个人 solo 会比较多。那再去看如果有一些活动跟舞台的需求大小，可能我们会再去做其他的一些编制，比如说跟乐团 DJ 啊、舞者啊，然后或是像之前还有跟交响乐团合作等等之类的，对，这样子的感觉，就采用合作方式。所以 O O 有时候是舞者，有时候是那个。对，没错，对，就是无限的可能的意思。哦，因为其实我是 Kale 以后面。还有一个E，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咖类是后面拉长会省略，所以就是都可以啦。我就没有很在意大家怎么叫，反正知道我中文名字叫可雷，大家其实会比较使用这个名字会比较多。对，后来发现觉得取这个团名真的有点太为难大家，是我对不起大家，不好意思。会不会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刚解释完，其实蛮有趣的。对，了解才知道。啊，真的吗？是因为不会每个人都理解，因为有个厂商写说他可能把它圈圈打出来，后面才打。乌龙面这样，对不对？对，他以为这整个是你的名字，完全没有使用他那个圈圈圈。接下来可能会在美食节目遇到。谢谢美食节目欢迎，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料理，好棒好棒。对，哎，他商业接得很快。没有。所以每次我如果去参加活动的话，很多主持人都是一定会先跟我快说，哎，可雷，我先问你一下这个要怎么念。对，然后我就会问我说，等一下你我要帮你介绍，还是你自己可以？哦，我自己来可以。哦，好，谢谢你哦。啊，原创自己。对，原创。对，他走中国风哦。原创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从2019开始，那基本上都是原创，不是自创，因为都不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我们都有找，就是之前有合作过的老师，那因为我们都有合作过，有经验，然后也比较互相都蛮了解对方，所以我们就会请他帮我做比较符合，比如说像有一些是他就做这个风格，但是以他的这个风格。再加入适合我唱的那个元素，融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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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从2019年开始就开始我的第一张原创，然后是电音，这个跟帝偶的歌路其实蛮不一样的。对，那最近这一首是前一阵子才刊，也不是前一阵子，也前一年了吧，发行的那个《彼岸奈何曼珠沙华》呢，它是一种古风，然后是中文歌这样子。对，哦，名字很不中文。对，《彼岸奈何曼珠沙华》其实它就是那个彼岸花的啊，很长。对，然后它的全名。对，我那个。那时候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他明明就是彼岸花，为什么不叫彼岸花？他就觉得这样子比较有感觉。他家的彼岸花就是这个名字。对，他就说彼岸奈何曼珠沙华比较有味道，所以他就说他就坚持一定要这一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平常访问 ACG 歌手啊，都会穿那种蓬蓬裙啊，我懂。对，那你平常也是会穿蓬蓬裙的？不会，我刚刚才在跟我说。我今天呢，我本来想说我不要穿我的表演服，可是我就觉得有点太夸张。对，如果是平常表演的话，其实会耶，就是还是会因应一些主题，因为有一些主题，如果是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些什么JK 的啊，或是有一些比较梦幻系列，对对对，我就会特别会因为那个场合就是穿，然后或是有时候打歌服，像我最近表演的《河曼珠沙华》其实是古风，所以我会穿一套是汉服的。哦，对，所以可是今天想说。就是可能会有点违和，没有，因为想说有点违和，所以今天就穿比较正常的衣服走进来。对，然后哎，刚刚有
聊到你喜欢动漫，我们现在可以来玩游戏。但是好，要玩游戏。我其实不太会画画哎，没关系，我们那太好了，没有那个毕卡索哦，对，抽象吗？你喜欢动漫，试一下不会说想要画看看它。我不是擅长这块的人。就例如说你喜欢这个 A 动漫跟 B 动漫，你不会把他们两个男主角画在一起这样？我画在交缠一起是是。我没有这么恋爱的，因为我喜欢的是比较男性，所以大家就喜欢看那一种比较对，所以我比较不会这么。可以画暴龙跟异手龙，两个假面战士。好的，我们现在请那个我们的可雷一下来抽一下我们的那个阿田，你第一棒，你就直接你可以照着他画，上面有图可以让你参考。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轮过来，你用猜的。我担心如果我没有看过怎么办？你就照着画就好了。上面有他有图可以参考，好好好，继续，好好，把眼睛闭起来。有啦，是最近有订的，一定是蛮多的吧？一好。我有画到精髓，好，我觉得我给镜头给你手看一下，我觉得应该不难，我没有感受到，要哭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精髓在哪，没有感受到，我没有感受到，它有卡通有电影，我有它，没关系，不要讲，不要让画到，好，来十秒，十秒有一点太挤了，八，哦，知道了，哭魔我的，我会出来三，二，这是毛利的，一好。可以帮我们排盖起来，来酷帽，酷帽，你超过时间了，酷帽，酷帽，来镜头看一下，有电动画跟好，来，暂停，好，十、九、八、七、六、五、这声音听起来就是不知道是三黑桃 A 吧？二，十秒，暂停，我没有下一个，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自己猜，自己有意愿，完了，我觉得有悔。你旁边是花椰菜，旁边这个什么菜？这是什么？有电影又有动画，有电影又有卡通的。电影有电影，有电影，还有电影，还有电影。这是电影是交换灵魂。知道了。那我有看过那一部，我知道，真的好厉害，我真的知道，但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啊？你问一下，因为你前一棒是那一位啊，毕卡索啊，这个是什么？我看前面，就这样啊，哦，原来这边也是一个角色啊。原来是，角色，旁边是一个角色，主角，我还以为是火焰呢，火焰，那小火龙是不是？不是。我想看本人的小火龙，真的，我觉得我画的蛮有传神。你画的很好，我画出来都有感受到。对，还有为什么会是画他？对，我不知道爸爸叫什么名字，因为真的是他，是不是他？爸爸，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爸爸就该叫什么名字啊？就这样子，对，这么无聊。对，这是什么名字？不会是演员花爸？没有，演员对，家人是我的，我以为是有账，有账的头发，有账没有那个嘴巴，有一种花爸，他有眼镜，因为他们就姓花啊。不是啊，他不是有头发吗？他不是有个倒三角形的头发吗？哦，他是花妈哦，他是花爸。哎呦，那爸爸有头发。对啊，他有一个倒三角形，就是类似这种倒三角形的头发。有啦，爸爸的头发。哎，我觉得花妈看到这样会生气耶。没关系，花妈本来还好，花妈一个瞬间就可以画好了。哎，对，好厉害哦。所以库某在瞬间有看出来的话，有，你看，我一开始没有，应该是因为他的脸画了脸。你画之后觉得哇，我画好像啊。原来是这个这样。对，我还想说恐龙。很厉害哎！好，来下一题，好，下一题你猜好了。好，我猜吗？好，来，你刚刚要数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题，没关系，你不用画多好，因为后面是观念。对，来，给你看看，直接打击。来，观念加油，十秒。哎，你画，你给他15秒，你给他10秒，十，而且给他一个小时。八、七、六、五。因为我还笑得出来，下一棒是三、二、一，好停。对，我觉得有机会，有机会。十秒，有机会，是不是？有机会，有机会。十，什么鬼啦？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停。好，来。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知道，我知道。对啊。哇哇，怎么有？十秒。十、九、八，他应该知道。八、
七。但我觉得Kumo应该知道是什么。六。我也觉得他应该对。四。毕竟刚刚有你的技术。三。二。一好听，来，他应该知道了。Kumo 是名字要猜角色名啊？谁？我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那个吗？加油！刘海。其实也没猜出来。善意。哦。全名。全名。你也不知道他姓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我每次都看完，我真的忘记了。老婆，他的姓氏是老婆。善意。老婆善意。我去善意。王心善意，你看一下，王心善意哦，王心看一下，我以为是空之谷，库莫很厉害耶，我以为是很强，我怎么看得出来啊？库莫真的蛮强，太厉害了，我是阿宅，他画的也不错，不是你是他啦，没有，他不是，他不是，是他，你好，拜拜，不是他，哪天我做不好。我们来换一个棒次哦，不是你，库莫猜，好，库莫猜，太厉害了。然后，一样，你第一棒，我有我第一棒的。然后不是你，等一下，哦，你第二棒，我第二棒，然后你第三，我第三棒，婷婷第四，我要弄死你。等一下，谁是第三棒？你哎，那个，第三棒，那你最后啊，冠军第一好了，冠军第一，好糟糕，完了，好，九八。七，但不太像。完蛋完蛋完蛋！有进步但不太像是什么意思？完蛋完蛋完蛋！是啊，还有努力。突然有红。好啦，刚刚后面那个是决战星球，来，他刚好七星的叫声，一轩来吧。刚刚算提示，十秒五级。你不要给我看一下。准备开始，十、九、八、七、六，完蛋。四，我好像知道是谁，但是我有点画不出来他是谁。停！完蛋，完蛋！我刚才瞬间最后才发现到好像来那个可能我吗？是那个，这有点蓝哎，十，很蓝哦，有点蓝，有点蓝，有点蓝吗？六，有点蓝。我还要加什么吗？啊，不用了，来就这样。好，就我已经不能加了，我也不知道什么鬼，这里。来给镜头看一下，好，来十，不是这样，你要给我看，你要给我看，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听，又笑不出来，不好意思，他真的就这样子画，好，那个人画已经分开，噔，他有名字哦，嗯，有名字，这角色有名字哦，有名字，这是什么？很糟糕的东西，对我也很糟糕。哎，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他名字真的太难，你们只要猜就是哪一个卡通的哪一个角色就好。哦，名字啊，哎，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不能讲，我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画错了？这是手吗？不是，哎，不是，应该不是，嗯，应该是披风之类。我跟你说，这个卡通到现在还有在播，一直在翻拍，然后还有很多电影，几乎一年会有一部电影。对啊。我好想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小时候妈妈都说不可以看。哦，是哦。对，小时候超不可以，他应该是他超过五岁的人。对，蜡笔小新。他那时候在那个那个像蜡笔小新吗？你在讲错。对啊，那个像吗？太疑惑。他那时候在节目上是保护级。保护级，我不知道，我对他没有。我可以看前面的吗？也不一定。差不多。你看，真的，我们这样画吧。对不对？他看起来很像园长。对。你难得画这样哎，超难得吧？园长，难得。如果以园长来说，你难得画第一好。不是园长，到底叫什么名字？好来哦，就是园长，他叫做高仓文太。你看他旁边有一个，所以他应该是画的有。我画的不错吧？对你画的真的不错。我也有这样的眼睛，我觉得他这是。有史以来就画画最厉害的，你们在让观念当谢谢学生，让观念增进我的画画能力。然后谁猜啊？我想想，下一题立刻垮掉。逸轩猜好了，我猜是好。好，我们不能把两个强的放一起，太可怕了。马上，我刚画不是园长，但是我在最后五秒才发现他是。哎，这还是我第一个吗？对你第一个，然后林央云婷最后一个。好，然后可雷第二个嘛，对不对？对，还是我们这样轮过去，你第一个，那可雷第二个，我弄死他。六五。哎，完蛋！等一下，三、二、一，好停！我是圣诞老公公吧？来，圣诞老公公，可雷，来，完了！我来十秒，什么笑声？我知道了，他知道了，知道圣诞老公公？不是，我知道他。八、一，我完全六，我画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四、不是你被看出来。二、一，好，嗯，
确定你知道？我觉得我应该是。来，我们先给镜头看。好。然后库莫。好。好。十秒哦。对。我觉得外面好棒哦。来，什么意思？五九八。什么意思？我可以。七。六。那太难。五四三二。你又不能写那个东西。好，停，来，云婷，来，我们好，来哦，十，我不知道是什么哎，八，我也在猜，应该六，五，四，三，二，一，好，停，我们开起来，云婷给镜头看，来猜，高仓文太，这是哇。open 这样，不是，这是什么？等一下，它上面，它上面那个一定是口袋嘛，对不对？口里，哎，什么？我知道了，哎，太古达人，那个哆啦 A 梦，这是什么？要不能写字，是不是？啊，它不能写字，是不是？跟字有关系的。它的帽子上有字吗？马里奥，你是聪明的啦，真的是马里奥，真的是马里奥，对，他有长得蛮像的，我有尽力了啦，我有尽力了吧，马里奥，真的是马里奥，对，是，哎，作者会那么笑，等一下，你看，哎，马里奥，啊，对，作者会难过，一轩第三，你第四，我想画画看马里奥，特征十。我出一个没特征的，真的是八七，真是太过分了。有啦，五四三，是灌篮高手的敌人，路人这样。一零 ，OK， 灌篮高手在后面加油，灌篮高手团队加油团观众。来，看到好像有来不及完成，十秒，我没有 get 到，来不及完成。特征，完蛋完蛋。十，哦，九，刚怎么掉分？八，突然在思考，突然有 man 哦。六，够。五，刚哭没得滚喉音耶！三，二，他唱歌的数字就是好停，来给镜头看一下，来一轩，怎么了？啊，这也太难画了。来十，九，不画什么耶？但是这也太难画了。七，六，是没有吵到太难画。三，二，到底什么？我想不出来。零，哎呦，要数。你怎么？你第一次画成这样？不是啊，我不知道什么，但是我大概猜到他什么。你刚刚灵魂室友跟观音交来，观音，观音来，谁啦？哎，连观音都看不起九八，我觉得我画跟谁蛮像的。六啊，这个五四，我觉得你们灵魂刚刚可能是有画。二一好，灵魂，我该知道什么了？来，灵魂猜，他一定是麦当劳的那个代言。那个对，那个叫什么？马里奥，马里奥，它比较像那个马藏那个寿司店的那个，它是卡通名字五个字里面的角色，饭团人，它是主角啊。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马里奥，马里奥，画到一半我就猜出来。这个我们一开始前面都有讲到主角，它的卡通五个字，五个字，卡通名字五个字。对，而且是一个很长寿的卡。而且你们刚刚一直在讲到，我知道名字，乌龙派出所，所以是谁？名字，完蛋。那个猿人，那个猿人，那个猿人，首长，首长，那叫什么名字？栗子，那个猿人，那个主角。什么猿人？那个星星啊，那个没有法语成人的吗？那个你一直我心。哎，旁边作弊很严重啊。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二，另外的说法是什么？两只眼睛。我看一下前面的好不好？第一，我想看一下。你要想看哪个？第一个真的尽力了，因为真的没有时间画。哇！我努力了吧？我看一下，我努力了吧？其实我那时候在画，在想说他是不是大表情。谢谢你啊！大表情难画吗？我画完之后，哎，好像两斤干净。他刚想说有特征，特征在哪？眉毛，眉毛啦，眉毛。我的头发真的来不及画，真的来不及画。而且眉毛有两根，两根啊。好小，你怎么变小丑啊？那恐怖游戏的，真的来不及，真的来不及，你太敢了。变那个往前插小夫，至少过程中我没有猜出来，对，我没有猜出来，没有错，我猜出来是错。好了，我们现在再来听可雷唱下一首歌曲，我们等下继续有其他游戏。这首歌叫做《彼岸的曼珠沙华》。
Hello， 好，那紧接下来呢就要进行到可雷的第二首歌。那第二首歌呢是带来我自己最新的原创曲，它的名字叫做《彼岸奈何曼珠沙华》。那它是一首中文歌，然后是一首带有浓浓古风味道的歌曲。那彼岸奈何曼珠沙华好像讲的好像很长，对不对？简单来说就是红色彼岸花的故事，对的一个意思啦。对，那这首歌里面呢也加入了戏腔的唱法，所以到时候请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喽。那我们就紧接下来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喽。其实蛮简单的，好，我就是健康游戏，我们就接力，可以，好，那不然我们第一题你先猜，那、你看前面在干嘛？哦，好，好，你来讲一下。巴拉西，还是紧张？我觉得是巴拉西，巴拉西，环境。如果不知道就背起来，还要动作就好了。
几个字啊？四个字。四个字。对。你可以不要再做一次，那你可以再四个字，两斤看。再一次，再一次，我分次，我分次好。刚刚那个比较有点情景，好狠。跳三文看，跳三文，刚刚太难了吧？哎，说到太难演，对啊，他有比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哦。嗯，我看蜡笔小新那么久，真的第一次知道他就告诉我。啊，第二个字，然后现在已经猜字了，是不是？对啊，猜字。你不要再懵懂。我知道了啦，你知道谁？熊浩，知道了，知道了，那我们就停了。给你一个，对对对对，好 ，OK， 来，等一下，好，我比这个，他刚才已经帮，他刚才已经帮你比了，他刚才已经帮你比了，来，专业来。四个字，四个字，第一个是好像比一些不能摸的，你可以，你可以，哦，对对对，可以先比，不行吧？哦，哎呦，哦，哎，有在看，没有脚，没有脚，没有脚 ，OK 啦，他已经会有脚，要分，要分吗？要分，不用，他知道，他应该知道，知道了吗？你要比这个，你好，就是这样，你好，哎，动作要对，哎，好嘞，纯，哎，对，可嘞，那我们关键站过来一点点 ，OK 啦，就甩而已。你可以直接念出来看什么名字。哇，好讨厌！老师，张华，胡须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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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不巧，胡须张了，胡须张了。四个字，你是要指第一个字还是四个字？我找两张五万块的。我饿了，我腿都肿了。他比的四个，他已经比我跟你说，他是一个。他不是动漫，他是角色，控肉，他是角色。蟑螂会对你这样吗？我是蟑螂，他在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哦，谁谁？绿光仙子？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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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谁谁？我真的不太会猜东西，我要生气哦。来，鸡肉饭，排骨。不是你真的，我真的，我真的猜到。中间够猜字，字，你知道是什么的话，你猜字。哦，他不能，不是，不能太超过，不能太超过。不能太超过。然后喷嚏，喷嚏，喷嚏，喷嚏。鼻子，鼻子，这猜字很难。你还是没猜字。你可以，我真的讲，这是我的问题啊。第四个字，答。敲，他没有在，他没有在猜，他是在做的情境，他情境情境，他在做的事情跟你平常哦，你说那个表演活动，某个角色，某个角色，你一定唱过他的歌，我一定有，一定有唱过，你看你超红的，怎么办？开演唱会啊，初音未来，真的很难，对啊，他可以，他我刚分第一，可能要当第一棒，好，好不好？好，来，关燕，这最近很红。如意蟑螂，你可以跟他说几个字哦，三个字。这最近很红，最近很红。你在想不好意思。OK， 好，三个字很好猜。好，还困吗？我现在比的完全是刚刚可能比的东西。这么快就到你了。等一下，对，他完全比这样。我觉得你整到他，整到我了。我觉得整到他，好牺牲哦。三个字，没有没有吧？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这样子。真的吗？对，让他比一次吗？你可以记一下他的东西。你可以让他再比。你可以记一下他的。我透过他的脸看到他超为难的。对，刚可雷这比较，我跟你讲，可雷他本身是一个性感尤物，没有，性感尤物四个字，但对，哦，这个是对的，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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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只是对他没有办法，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分一下，对对对对对 ，OK， 其实他蛮像的，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像那个是婀娜多姿，他很像那个很久没有出海，然后你已经快把答案讲。你看，来，他会了耶，他几乎几乎一样了。好，我们再过来一点，比照可雷比的百分百。没三个。哎，苦情苦情，苦海苦海一生。
虽然我刚刚说但好想猜对是什么美人鱼吗鼓掌都没有了你要看专业品了吗你看他你看他又刚别人看的可雷看他在猜的太夸张了你一讲可以他想看他是这样他想看他比的样子没有他说他穿的没有脏的回答你的脚趾想可以开而已啦脏东西对你喝药水你喝药水就可以开喝药水就可以开脚给我你就可以开脚我已经有花药水脏东西我突然想看你下一首歌好像可以这样写好好好再来一下再来我第二嘛Oh my god！ 他们想，这完全是很好，你很好。等一下，你要我鼓励你好，我没有办法。难一点，难一点，东东，难一点，难一点，难一点，故意难一点。倒过来。你要记不住，我好，我知道我。对，就是你要照比哦，我百分之百照你，你要百分之百照我比。我试试看，我测试看，我试试看。来，好，你看，你会了之后，你之后就表演就不用请舞者。四个字，哎，我不能念。啊，那个，你要在心里猜。哦有有有。哎呦哎呦哎呦！美人鱼，扑上去。见喜的，见喜的，见喜。这是。哎，他努力，他努力的，他努力的，他真的很努力耶！我已经感动到，我感动到哭了，我感动到哭。我已经没有动作了，我没有动作了，就是给你支持。不是，我没办法，我可怜呐！我没有办法，我很想百分百证明他，因为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愉悦。对 ，OK 啦。哦，我刚刚太想哭了。对，好，刚刚很认真。有东西，延续。哎 ，OK， 来，很好猜啦。游乐园会出现四个字，游乐园会出现。游乐园进。他刚刚做一些奇怪的。我好，好看一眼完，我会了。是什么？啊，没了吗？来，跟镜头讲。这不是旋转木马吗？你可以跟镜头说。这是旋转木马吗？不是，不是，你在做这个动作吗？你会对马做这个动作？你在儿童新乐园会看到有人这样。他不在演马吗？不是，儿童新乐园。他前面有一个，他有一个没有跟儿童新乐园有没有关掉？儿童新乐园旋转啊，钢管什么？舞者，他等下就星星了。走，星星。什么？钢管舞娘四个字。娘，你前面对了，后面舞者，再来。其实差不多了，其实差不多。它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啊？钢管女郎。我想看她跳，哎，她真的很会演，好像她还有加手，她手那边来。对，从来这里，几个字？可以啦，简单。乖，很厉害。不管这种动作，还能打哦。OK， 好，来。而且我现在跳舞的时候都没有想要张开，但是又没有张开眼睛。我可以转了吗？快点，我忘记转一个。OK， 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好。表情比较红，哎，他真的找不到硬币耶！你的表情比较红，可以吗？这样，哎，对，这样子，对，就是不是这样子，好嘞，对，开整他嘛，来，酷猫，我已经尽力了，我尽力了，我完了，你抢他，他知道是什么。啊！你已经知道是什么？魔法米露米露。哎，你不知道什么？你好忙哦！炸裂陈子豪。炸裂陈子豪。所以他是什么？那你比什么？五个字吗？对。你其实猜对类似就好，因为觉得他蛮长。比你很难是？这是专业名词。专业，他就猜专业名词，但是你可以讲。他前面有冠队名吗？不可能吧？没有。他是什么？直棒啦啦队。加油！好嘞，预备，开始。
你的表情放出来，你要看表情。我看到人在上面就这样可以放后。这个真的是，他真的很努力，对。看你没想要弄你。他真的很努力，但我尽力了，我真的。我相信，反正接下来的歌名也是要库莫来念。哦，对，好。好，来，接下来的歌名是《夜にかける》。哦，好标准。那接下来呢，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这首歌想必大家绝对不陌生，因为它是来自于 YOASOBI 的第一首歌《尤努尼卡凯鲁》。那刚刚制作人跟我讲说，这首歌来这边的人非常非常多人唱，我有一点失算。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呈现方式不一样，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可雷的呈现方式哦。那我们就紧接下来再听这首 YOASOBI 的《尤努尼卡凯鲁》，谢谢。沈むように溶けてゆくように二人だけの空が広がる夜に一言で全てが分かった日が沈み出した空と君の姿フェンス越しに重なってた初めて会った日から僕の心の全てを奪ったどこか儚い空気をまとう君は寂しい目もしてたんだいつだって近くだと慣れ使いでなんでだってさ惚れる心ない言葉うるさい子に涙がこぼれそうでもありきたりな喜びきっと二人なら見つけられる騒が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い君に思いつく限り眩しい明日も明けない夜に落ちてゆく前に僕の手を掴んで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閉じ込めた日々も抱きしめたぬくもりで溶かすから怖くないよいつか日が昇るまで二人でいよう何かを見つめる君が嫌いだ見とれているかのような恋するようなそんな顔が嫌いだ信じれないけど信じれないことそんなのどうしたできっとこれからだっていくつもあってそんな断片怒って泣いてくのそれでもきっといつかはきっと僕らはきっと分かり合えるさ信じてるよ感謝らに差し伸べた僕の手を振り払う君もやだって疲れだよなんて本当は僕も言いたいんだあほらまたチックタックと慣れ使いでなんとかでさ君のために用意した言葉どれも届かない終わりに次第だなんてさ連れた言葉にした時君は初めて笑った騒が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くなっていた僕の目に映る君は綺麗だ明けない夜にこぼれた涙も君の笑顔に溶けてく我が変わらない日々に泣いていた僕を君は優しく終わりへと誘う沈むように溶けてゆくように染み添いだ霧が枯れる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閉じ込めた日々も抱きしめたぬくもりで溶かすから涼しい風を空を泳ぐように今吹き抜けてゆく繋いだ手を離さないでよ二人今夜に駆け出してく
有印象，比较觉得比较好笑。蟑螂胡须。哇！太吓死我！他真的对你非常的有印象。对啊，我真喜欢看那一点。我今天应该整集就只记得这个。我最怕。好，我们请可雷再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去哪边找你的作品，然后去关注你的活动。对，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的那个，可以上去粉专，就是 FB 搜寻 K A R E I N 的 O O O。那我的 YT 呢，一样也是 K R。E-I-N 的 O-O-O 上面其实就是像刚刚大家有听到我的原创曲，还有上面也有放一些 cover 的歌曲，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来给我支持鼓励一下，对，谢谢。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或是演出？最近有，最近的话接下来因为是五月，接下来的我怕他讲到最近政府有公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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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看，没有没有，那篇公文，对，那因为接下来五月份的话，基本上都是中南部的活动会比较多，对，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就是就是订，对对对，去看我的粉专，对。然后另外一个想要讲，是因为最近就是有帮那个手游，就是那个《云海无限边境》，就是有听他们演唱他们的主题曲，那歌曲其实也有放上他们的 YT 跟他们的官方的粉专，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请。大家给我支持一下，对，谢谢。好，今天非常谢谢可雷，谢谢。会有这么多作品在上我们的节目，谢谢，辛苦大家了，谢谢，辛苦了。我们休息5分钟，待会下一趴歌手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喽。